在校准前，请取下飞行器桨叶，随后启动飞行器并连接至 DJI GO 4。依次进入飞控参数设置、传感器状态、校准传感器，按照 APP 提示翻转飞机进行校准，校准完成后请重启。注意，在校准过程中不要随意移动飞行器。若多次校准失败，请保存报错截图，导出飞控数据并上传至网盘，通过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联系 DJI 售后技术支持。感谢您的观看。